上个月底，信义区的巷子突然出现一名背心猛男，露出手臂结实肌肉，是近期参与实境节目的艺人陈楚河。今年45岁的他，看起来身材维持得相当好，一身运动装扮的他刚回到家附近，突然又一名身材高挑的女生坐上了副驾驶座。两人疑似去吃饭，离开时在电梯里，陈楚河跟女友彼此相拥，陷入两人世界，相当甜蜜。是说身为一个有专业素养的演员，体能是必须锻炼的。你看看，明明是要约会，两人手牵着手来到的地点却是操场，跑了大概半个小时，收工前的缓和活动是继续牵着手漫步操场，甜蜜的气氛满满的。陈楚河曾说过，不管被拍到什么都不会承认任何恋爱关系，但他去年也曾透露自己有交往的对象，看来就是这位长相清秀的高挑女子。回顾过去南方情史，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这位。好烂。对的，就是在不久前公开结婚喜讯的熊熊。两人之间的情爱纠葛长达7年的青春岁月。据了解，女方19岁就跟陈楚河在一起，中间虽然有过分手，但后来又复合，直到女生26岁时才彻底断开。10年过去，两人虽然成为平行线，却也各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另一半。